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Queenie， 我即将和大家一起来进入这个课程室。课程室呢，即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卡通，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Melody， 而 Melody 呢，这次会穿着这个的樱桃装 Cherry 装来与大家见面。在这个的课程室里面，我们会学到另外新的一个的针法和这个的混合针法一起使用。在这个的衣领里面，我们会学到怎么样的里衫挑针，还有课程一知道课程四所有的针法一律会聘用在这次的课程的里面，所以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。那么课程四我们即将有这个的材料包，是完完全全为你而预备，是附送给你当你报名这个课程。另外呢还有一个的优惠给大家，就是这个会教大家勾这个小 cherry 这个的雕饰，所以课程室里面 Melody 和这个的 cherry 水果即将会与大家一起来见面。所以呢课程室呢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挑战对于大家来说，我非常的期待你的参与，所以我在这里等着你。